妈妈讲，咋？哦，还有，妈妈讲，你回来呢？我的心，气得在家，干了一点点错事啊！等，我的心不是故意的。是没妈啥爱，妈妈讲，我也是一时失闭了嘴，不小心干出来的坏事儿啊！我的急，这再也不敢了。我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。就是这个原因，我还没想好。等我变好呢，一定会告诉你的，妈妈讲。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